好几个月前有一个叫通卫的，他说他是谁？他说他是那个阿拉斯那个美国阿拉斯加那个参议员的助理，嗯，来到我们中央党部，来跟我们谈过。啊，然后又有那个人在前说，哎、欸、啊，这个我们明天哦，这个洛森伯格会打电话给你，还叫我们要准备。我说奇怪，我说后来我们要去 AID check， 我说、欸、这到底怎么回事、啊？所以说这个都是，我觉得这种当然不一定是国民党发动的，什么国际骗子都有、啊。所以最后证实这也是一个，这就是一个什么的局嘛？不，这个局很奇怪啊。他那这个人，您不是说他通位，他是？阿拉斯加的一个议员的助理，他到你们办公室里面跟你们讲说 ，Rosenberg 要跟你通电话。没有，他一个月前就来了。一个月前就来了。他不是，他只是先来打好关系。他是要来打关系的，所以这跟你觉得谁设局？我不晓得。A 席叫国际骗子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对啊，这个国际骗子，你把这个然后导成说国民党的，我没有说国民党。我跟你讲哦，在过程当中没有那种开价什么都啊，算了，我不想再。到时候、啊、你只要当护手$1亿，我说真的假的？谁开$1亿？我下来跟你讲，这个不行啊！哎、我还说不熟到$2亿，我说哇，真的假的？您这个公开广播讲，然后呢讲出这个东西，然后又说私下告诉我，我们怎么承担得起啊？没有啦，我就是这样的，在过程当中哦，热心人士的哈，国际骗子一大堆，不过他就是这样的，这个学到一课，就是说以后还是知其道而行啊，知其道而行，知其道而行，做什么事情就。正常就好。